本当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啊，卡的卡的。ご入場の際は、アプリでの検索表示が必要となります。Hello Hello Hello， 镜头反了没有？我要用横的呢。有声音，有声音，声音够大声吗？我调一下，靠腰，好的。现在人超多了，吓死人。啊，要这样啊？可是我不太想要直的呢。算了，我调一下哦。你看，现在是。人超多，人超级多。现在人多到爆，这个外面还有，外面还有一排啊，外面有超级大一排，然后我现在正在走进来，吓死了，然后我现在要想办法去买票。然后我老婆去买票，所以就是啊，好吧，好吧，那我值得，我到时候编辑的时候我再弄好了。可以，现在在买票啊。哎，跟的没，卡都的没。哈哈，跟，啊，啥都不能。2人，现在正在买票，买票。哎，你们说要来看，靠，才16个人，这样对吗？赶快帮我分享出去，我现在没手，没空。哪里笨？这样对吗？哪里个？大丈夫。超多人，感觉好嗨啊！靠腰，你笑哎，金刚好像带进去就会看了，等我。等要进去了。所以我一定要直的哦，啊，那个直的我之后就不能拿来那个编辑了，好讨厌。还是全部剪短片好了，也可以了。所以声音是清楚的吗？声音是清楚的吗？哎，阿里亚多斯吗？好，我终于买到票了。哎，我的 ticket 走，哎，买到票了，当日券。哦，他那个上网要注册一堆东西，超麻烦的。所以我今天，我带大家去看看，外面排成怎么样，超夸张的。我靠，好的，看到没？现场节目哦，来大家看看哦，人超夸张的，哎，すぐなくなった，啊，すぐなくなった，
人变少了，人变少了。你看，哦哦，すぐなくなった。哦，刚刚大家人都进去，一口气进去了。はい、どうぞこ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我应该是第一个，我要去摸金康啦、啊。二四个，你知道吗？现在在进去还要防哦，怎么办？进去要先看哪一？进去要先看哪一个入口喽？好，怎么办？进去要先去看，先去西马龙吗？哎、欸，快快快，赶快讲话讲话，要看哪一个嘞？写真 data 付，哦，金康马上去。我跟你讲，赖不赖不赖不，钱包在抖，抖到爆啊！哎，怎么才二十四个人呢、啊？不是要破百、啊？我跟你讲，我真的要关台了，干！不分享起来，你们太令我失望了。第一手情报呢？这样对吗？懂吗？我真的太伤心了。我、哦、好紧张哦！破百中金啊，没有了啦，就是哎哎，阿里阿德吗？好，我进来了，又没人看，停，等开始就人多，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新马路，新马路一个。好，我要拿那个。再讲什么？等我等。哎，新马路冲啊！哎，刷起来啊！人竟然都没有人。我要去新马路喽。来干嘛？对哦，呜。Hello, good cycle. Yeah. Hello, everyone. 你看这边的小姐都好可爱哦。哎，竟然少人了。西满龙，西满龙。哎，怎么才二三个人？哦，干妈子。来了来了来了！哎、欸，啊，西马龙，要来了要来了！老铁们刷起来呀、啊！老铁们，老铁们刷起来呀、啊！老铁们。哇，还有一家一家逛，哎呀不杀，哦 ，Valibus， 哦，我们最爱的 Owner， 然后还有每个妹妹都拍一张可以哦，我都在用直播影片了 ，Owner。最爱的大雾沟，哎、欸，来了来了来了，哎、欸，刷起来还不刷起来？有我操 ，man！ 哦，铃木奇呢？啊，鈴木サイド，啊，鈴木サイドです。すげえ、サちゃん写真撮ってよ。私のサちゃんの携帯で撮ってよ。
不好意思，我要先跟我偶像铃木琪照相。看一下，哇！三台カメラ撮って。すいません、一緒に写真 撮っていいんですか、はい、あ、そっか、こっちのカメラ、はい、台湾からのファンです。あ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や、どうも。いつもあのビデオ見てます。すごい勉強もあ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了来了来了、いいね。来了来了来了、这是欧西亚来了来了来了，这是今年的新卷，200PG 哦，这边是那个啦，这边是船钓的卷，我们进去看。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哎，啊，社长，开多了不卡的。不好意思，我要买那个 catalog， 就是買了，我ごめん、我手がないの。買って。Hey, hello, hello, Infinity Fishing。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等一下，我马上就要走进去了。等等我，我老婆是来帮我付钱的。哎、欸，我要进去了。啊，ごめんごめん。いや、ちょっと財布持って。哇，它其实有很多、哦、新的布品哦，这些。哎，啊 ，Spinnerail， 我带回来看。我先要看我们的 Bass Reel。啊，Pro 大 Pro， 哇。都是哦，新哦，春天大神哦。さあ、これが今までのワールドシャウラです。最も強いと言われるサップですね。で、これが今回のシャウラリミテッドです。ワールドシャウラとシャウラリミテッド、今回のこれ見てみましょう。超漂亮だ、シャウラリミテッド。もともとブルーのシャウラで出ました。その後に赤いシャウラが出ました。今はスーパーレッドと言われるものになっています。で、今回のやつは、すいません、ワールドではなくて、ギャラクシーです。他说这次是银河系，银河系 Galaxy。哇，它这个银色真的超漂亮，它的 Limit 也是很漂亮。ピッと出ておりますよ。ね、はい。じゃあそれではですね、その素材の違いというのをですね、ちょっと見てみます。他说它的素材有什么不一样？はい、ちょっと皆さん聞いていただくと分かります。これ今までのワールドシャウラーです。这是哦，它听起来是听起来很清楚，旧的。旧的シャウラ。はい、これがシャウラリミテッド。哦、欸、这个清脆声音不一样、一个是比较稍微闷一点、新的超清脆。高弾性カーボンっていうのを使うと、あの薄く軽く、所以它是用感度が良く、高弾性的カーボン、所以它的声音比较清脆。なるんです。もろくなるんです。突起折れるんです。啊、他说虽然会比较容易断，但是。見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これ。但是什么呢？ほんの5日6日前に釣ったやつです。哦，这是前几天钓到的。釣り上げてすぐに島野に写真を送り。大阪油站。今回のやつに間に合わせてくれということで頼みました。実物大です。
不，看过。他这是十级大，用这支拉。用了一支。コイとヘラとマグナ足して三でバッタ。重さ20キロ。先ほどもちょっと話したんですが、リールのテストとかね、竿のテストって、いろいろいろんな人がいろいろやるんですよ。測試釣竿的时候都会。いや、例えばサーフで 0.5 とか 0.8 号でサーフでやってました。僕はそれテストにならない。他说用这种细线对他来讲不是测试。テストするなら竿の強さね、リールの飛びとか補足釣竿だんだって飛ぶのよ。おじさんも噛む。太くても飛ば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よ。ね、そこがもあ最もこれね、今回新しく出ました、出ますコンクエスト、MD です。今までコンクエストっていうのは確かに強いんですよ。それ以上強くするモンスタードライブというものを使ってます。他说这次就是把 MD 化的。モンスタードライブってどういうのって、例えばギアの強さであったりとか、他的それからのドラムの強さですね。これは400なんですが、300番、ドラムの強度は8キロあります。所以这次有8公斤。あちらの方にオシアコンクエスト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300番のドラムの強さは7キロです。他说、オシアの金刊才7公斤より強くしちゃったのが今回のコンクエストです。他现在ギアも強い、ドラムも強い、滑り出しもいい。刹车力8公斤。滑り出しがいいっていうのは、細い糸の時に滑り出しがいいと切れづらいわけですね。でもテストするのにはですね、強さを、竿の強さも見なくちゃ、リールの強さも見なくちゃ。これは PE の5号を取りまして、リーダーには80ポンドのリーダーを使ってます。ですから細いリーダーを使ってや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それをドラム8キロかけてマックスかけた状態でこの魚を叩く。もちろん8キロではこの魚はもっと強いんで、糸出されます。他说如果其他的话就是气会喷出去。でもそこまでかけて、さらにそこからずっと引っ張られるまででしょ。100m とか出ちゃうわけですよ。他说そうすると不小心会リールのシャフトが曲がってしまうとか、100公尺が欠けてしまうとか、对如果一直出现的话、そういったものが分か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僕らはもっといろんなテストをやっておりました。他说有测试的各种不一样。バイクに縛る。他说就绑在摩托车上。魚釣らなくたって分かるでしょ。バイクにやってバババババーンって直接やる。就我们最爱的摩托车绑在摩托车上。こういうことやるとよく分かる。就是用这个才会知道。シマノでやってんの俺一人だから。所以他说シマノ只有他在做。こいつもだから竿のテストもあったんで、これ1704を使ってます。1704。これこのテストやる前何やってたかっていうと、まあうちの竿ではありますが、好像好像用の竿を使いまして、ステラの14000番に PE の8号巻いて、リーダー130ポンドでずっとタカタカってました。就是之前是14000号，然后是用 Stella， 然后八号线。だってこの会場よりでかいんです。但是他这次用 1.5 号线也是做同样的测试，所以这个搭配其实是不错的。ね、会場釣り堀とはわけ違いますよ。かかってもそこまでしか行けないから。ね、そんなんじゃありません。で、100メーター、200メーター平均出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これ以外には、メコンナマズというやつの30キロぐらいの何本か釣ってます。他说30公斤的一个，啊，这只就是掉过好几次，是吧？笑了，十万拼了啦！哎，彩虹杆呢？彩虹杆还敢说嘴？まあ緊急に僕ら行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れは詳しくは某女子格闘技戦で。啊，就是その辺にね、テレビジョン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からね。一种格斗技。先で見ていただけたら、今言ったやつをやっておりますんで。啊，就是。まだ放映はしておりません。在鱼董游乐机。2月の10日前後に放映される。鱼董格斗技的那个。それ見ちゃうとね、みんなやっぱりシャウラルビネットが欲しいわって。でもね、102,500円って書いてある。ちょっとね、そこがネックよね。102,500円。でもね、ここまでやったらやっぱりそのぐらいにいっちゃうわけよ。はい。かっこいいな、帅到爆。相変わらず大きめのガイド使ってます。
啊，它是用比较大的盖子。你把麻将给它一打来，再把手子拿给它一打来，结果。他说你就随便丢随便那个，他说。本当綺麗でしょ。でも本当にね、一番最初シャウラーリミテッドっていう名前で出すはずだったの。2009年に。他其实在2009年。俺らずっと2008年までシャウラーリミテッド、シャウラーリミテッドって言いながら。シャウラーリミテッド。然后就一直在测试。直前で、最初からこれやると。所以他说之前在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ということで、ちょっと値段を落とすために色も薄くなりました。哦，又为了让它便宜一点，就素材がその時の素材とはまた全く違います。再淡一点。僕これあのシャウラー出す前に4年間テストした上でやりましたんでね。はい、スピニングの方なんですが、スピニング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ね。スピニングあの相変わらず大きなガイドがついてますね。ですからよくあのリーダーを、ね、出して投げ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なくていいです。用很大的ガイド。はい。でここにあのトップガイドのところ、スピニングのやつだけですね。これ 3D と呼ばれる島の独自のガイドを使っております。他の先はそこにあります。3D 導航。然后是只有島の。このティップなぜその 3D にしたの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特殊导航強いんです。あとでちょっと触ってもらうと全然硬い。前3颗不一样。他のところ曲が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クイクイってよく曲がりませんガイドが。其他地方曲がっちゃうんですけど、よくお客さんが言うんですよ。前3颗凹不断。手で面白いでしょ。曲がっ、でもベイルがよくスピニング曲がっちゃったら手で直せばいいじゃん。ね、あの加工用に使っちゃダメよ。ね、はい、でここね硬く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このティップの部分ね、ここは弾力性が欲しいね、これ逆にね、弾力性が欲しい。中間要弹力、所以前面可以让它硬一点。ね、先ほどのハンドのところ、見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けどね、本当にマジであの高感度、超高感度。ちなみに本当にねあの高弾性のカーブを使うとプキプキ折れることが多いんですけど、まあ、今言ったように。まあ強いテストしてたんですよ。その時にもたくさん、にゃーって言って、折ってもいいぞぐらいな感じで曲げてますから。それ本当にあのテレビ見ていただくと。いや、文文。ああ、言ってたのあれか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はい、前田就知道。地域を見てます。はい、マジでね、先ほどもやりましたけど、これね、音が全然違いますからね、これね。これが、今までこれでも高弾性って言われるカーボンですよ。これが声音真的超不一样。もうまるで違う、ね、まるで違う。これがシャウラーです、ね、これが、リミテッド。決めたわ、ね、もう一つですね、あのこのグリップ見ていただくと分かるんですが、すごい綺麗になってる。今までのコルク、トリプル A と言われる一番いいコルク使ってたんですが、実は真的蛮帅的。すいません、コルクにはまだその上があるんですよ。A、B、C ってこうなってね、まあ、だからあの C クラスとか、ちょっとあのスコーピオンは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こう安い感じのね、やるスコーピオンワールドシャウラーになると綺麗になってくるね、リミテッドになるとさらにっていう状態でね、通常はワインのね、高級なワインに使われる、タイプ、目抜けっていうんですが、今想看目抜けが少ない、鸡哥讲话吗？我想去看鸡哥。これすいません、買い出しをもらいました。还要继续看吗？不要看，我要换站。我想要继续看。もっと上が、ただしリミテッドだから、そんなに数はできませんよ。ね、リミテッドね、本当にもうカラーがギャラクシーカラーになっちゃった。リード想看卷，换站。リード外すことってできないよね。我们去看卷呢？予備にはなかったんで、下に。下に軽かったんで。我们来看卷，来看卷。还是那个。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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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SLXDC 的，就是我们今年出了 SLXDC 70，去年出的。然后还有卡罗卡拉康奎斯的，它 BFS 哦，就这颗新的金康。新的那个黑康，等一下我要卷卷看。麻将，
さっちゃん、さっちゃん、の私撮ってる、私撮ってる、ね、ね、今までのというのね、あんたで続けてる分にはいいんだけど、続けると足の你们有什么问题啊？赶快问，赶快问，开发者在。なんか書いてない。今も問題を開発する。一瞬なので、気持ちよすぎて。这次它有 XG 跟 HG 两个，大家看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看，接下来我们要看金刚啦。哦，三百金刚三百。阿叔讲我偷的，偷的。马达。啊啊。它也是窄，用稍微窄线杯的设计，也是这样子。然后它整体的握感，因为我自己有金刚三百，所以它其实整体的握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稍微用窄一点点，小一点点。因为有金刚三百之前的话，它其实比较大，就会再大一点点。然后这是感觉它更紧凑之外，它这次所有的。它的手感，离山全部都是在这边拿，而不是这边。这现在是空的，现在是变成这样。然后卷感还是一样，很赞很赞很赞。而且它这次是叉 G 的，哦，叉 G 有，大家听到没？出现声啦，叉 G 啦，哎，那个两百买两百叉 G 的没有出现声的 G G 啦，三百有 G G 哦，哎，三百有叉有出现声哦。到没？这卷起来。一半地不下的白的。啊？一半地不下的。难得。一半不一样。哦，这个是三千，下面的是三千，三百，然后这上面是四百，所以大小这个又大概大一点，所以给大家看看。
再看看四百，四百一样，它的设计也是在这边，它的就是刹车是在这边，所以你到时候调的时候不用再这样翻。四百也有出现声哦，两百差距买的人应该会伤心的。而且它其实它这个线背就稍微再宽一点，但是我觉得它的 profile 这边的话是一样大，然后只是让它更宽了。我要买这个，再放。然后隔壁的，隔壁的，三百的线杯是是二十五磅，二十五磅尼龙线，然后135公尺。然后四百的话是，二十五磅尼龙线200公尺。然后我现在在排队看 NDDC， 哎，我要买三百了，展哥看到没？飞哥，看到没？新的 NDDC。新的 NDDC。就是这是 mod 还有再重新设计的。OK。我应该会订加上 NDDC， 然后那个到时候详细问我的时候，他那个是 MD 的东西，他那个新的是的，ちょっとあれ見てからもう。新製品見てから、ちょっとね、あれ気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キラキラよく見ましょう、見ましょう。没有出现的，但是它看起来的真的是有点像是我们安达 DC 做成珍珠色，它这个其实不是镀的，然后是有点就是珍珠的感觉，卷起来还是很好，然后但是它的形状真的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安达二一安达跟海卢的那个握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像，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它的差距最大上93公分，然后是20磅线100公尺，然后看看下套什么模的，它目前的话就是也是有 FPN， 然后一样是 XB mode，然后这有 Monster 2有讲，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XB mode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到时候就可以知道。然后你看它这个，我觉得那个，因为我 ND 握很久，就是那个 DC 握很久，我觉得它那个握感大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它这个这颗终于配了它后来梦屋标配的那个，就是让你可以转的那个，但是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改一个涂装。然后之后再就是重新上架这样，然后线容量稍微变大，然后因为它的线容量稍微变大，所以它的线杯其实看起来没有像那个就是安达 DC 一样那么窄，它是稍微再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它的我认为是一样的，然后它的刹车现在是官方是写说6公斤左右，所以就给大家看看喽，这是我们的 ND。拍一张照，全感还是很好啦，就是我们安达系列都很好，然后 Monster Drive， 然后大家看看哦，帅气，那个带一个皮垫的，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大家看奥田雪，
他说那个当时有个奥田新宿，再帮大家介绍邦烫系列。然后我们邦烫其实应该有几个新番号出来。想来看看，然后黑田 Pro 都在现场，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这是我们 X Pride 跟我们就是 Pneumatic 的另外的一个，然后。我待会要去看我们那个小乌拉的那个 Bus One， 我先要找那个 Ultima， 你看还在讲，所以刚刚换站是正确。我要找 Ultima 呢 ，Ultima， Where is Ultima？ Begin， 哎。那这奥特曼那一种，啊，所以，啊，奥特曼看起来又没有更新。等一下，我跟，すみません、一緒に写真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あ、もちろん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3人で撮ります？あ、よかったら。あ、できます？ね、誰かに撮ってもらえないんだけど、黒田さん、写真撮ります。あ。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っちゃん、一緒に行こう。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僕の奥さんのご両親です。両親ですか、はい、ちょっと年齢が近すぎますから。さすが。はい。で僕が18歳の子と付き合ってるっていう設定だったら、ご両親でもおかしくない、ね。18歳からですか、はいはい、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台湾から。あ、台湾なんだ。そうです。そうなんですね。はい、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いや、奥さんは日本人なんで、はい、ただ、18歳の設定全然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れ？え、我们所以这次奥体马其实没有更新哦。然后啊，还有对，美塔尼亚101，哎，所以他美塔尼亚美牛不是那个呢？美牛不是他是大限杯的更新。等一下，我来试一下。哎，我的，台湾在传的美塔尼亚的更新，他的更新其实是好。不是 GC 啊，它不是 GC， 然后它是我们一般的 SVS 的 Infinity Drive， 然后只是这个也不是用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金属的一体成型的，它这个摸起来就是塑，是感觉就是塑胶感觉，就可能是铝合金，然后就是 coating 成型，所以它摸起来没有像之前那种金属感。然后它是100，然后并不是 DC。然后，这次它还是采用就是 Infinity Drive， 然后它是里面应该也是四颗吧。那里面也是四颗，就是我们之前采用的这样。所以它就是更新是这个深线杯啦。啊，这是101的100的话，它是跟我们之前美牛一样是用铜纸，所以它就算轻量化的话，但是它里面还是用铜纸，就是刚刚。啊，真的。那这整个 Cody 它没有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22年或者是2018，这个拿起来很轻嘛，然后它的设定是14磅线100支，所以是
在22年的美国，他就是跟我们之前，所以跟我们之前大家预测的美国，誰かな聞いてる？あ、さっちゃん携帯。さっきなんかもうそうなんです。いちいちあれが映るから嫌やな。なんか解説がいいみたいな。何か？解説が良い的な回答。都是誰も見よ。三十人。有没有房车去？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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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然后这次欧夏有300新的出，然后我要看看房车，房车咱们去看看 ，spinner rail，spinner rail，spinner rail。这个 speed clutch 的三米五，这是欧夏的给你。哇，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MD 六百啊。超大颗呀，开发者在现场的呀，哦，真的大家有机会要来看一下，来我们来看看Spinner 哎，阿里阿多哦 Stella 3000磅去年的产品，这是 Stella 3000SXG， 所以这个我解释不了，不是我的专门，然后 Stella 好棒棒，我就知道 Stella 好棒棒，那我要找，这次展出的是 Stella 3000、4000，然后还有一些线杯的选择，梦屋的线杯选择，啊，然后我来看看大家 ，Soarel， 这是我们稍微，他这次还有出，就是500番超小，哇，那颗 Soarel 这次有出500番。那根本就是，根本就是，米拉贝的 Essence， 哎，他那个的，我们大家不是要看的 Vanish 的 ，Vanish 不知道跑哪里去。对啊，500型吸流用超小颗的，这样我去拿拿看。对啊，你看500番，超小颗，我觉得这吸流用应该不错。这样就等一瞬末。它是 Soaray， Soaray 它其实是二杀，用二号木夹。它尽管很好，而且起步非常非常。房车不要问我，我就房车吧，棒棒。找我们的 Vanish 啊 ，Vanish 哦 ，Vanish 出现了 ，Vanish， 大家看看，好没 ？Vanish， 索尔 BB 对，索尔 BB， 然后是Vanish 这次有是今年4月会发售，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哇，这边。这 Vanish 真的是轻到爆呢，他虽然本来等一下，他讲的那个，虽然我不研究房车，但是我还不知道 Vanish 是以轻量化的，这根本就是轻到爆，超轻，这1000型的超轻超小，我觉得这比刚刚那个 Soaray 更轻的感觉，就是拿起来是它更轻松的，而且它卷感那个柔滑感。超火，
帅啊，然后但是再叫我讲再多我也讲不出来。新的 Vanish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它有C 一千两千，哇这个真的超轻了，好兴奋啊！不好意思哦，我真的对房车不是专攻，我除了轻我什么都讲不出来。大家还看想看什么啊？它 Vanish 这边还有三千型跟两千五百型，我要去摸摸看三千型。哎，小姐，お願いします。我要去摸摸看三千型。すみません。哦，逆逆。哎？啊，没有，过过过过。我怎么觉得它三千型拿起来就跟我们一般的那种，就是两千型的那种比较平价酒其实差不多，而且它真的轻到爆，而且它还有这个双把手，然后它三千型好像全部都双把手 ，C 三千 S， 好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太会分它房车的那个，然后大家听听看它出现声吗？Infinity Cross increases gear durability by nearly compared to previous gear designs. Infinity Drop enables anchors to roll with less force than previous models. Anti-twist fit contributes to reduced arm troubles. Improves drag washer durability. Lighters in the model make it free.三千型，超帅！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对不起哦，我不太用纺车哦，所以，它一般的三千型就是单把手的也有，大家看一下哦。然后这是三千型的一般的把手。一般把手的三千型，哎呦，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滑动。等我一下啊、哦。这是我们的三千型的 Vanish， 所以这次 Vanish 真的是它的主打。那大家有没有想看西马龙什么产品？我看一下，还有 Vanish， 还有四千型大哥的，然后还有 Stella。哎、欸，其实我觉得 Vanish 比较帅呢。安达的跟好康是不是过？大家看回放啦。对啊，天文就是安达，其实 ND 就是我们形容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我们21安达。Extend DC 把它涂成珠宝色的感觉啦，所以其实就是那个大小握感其实根本还是一模一样，但是就是那个金康 MD 300跟金康 MD 400的话就超赞了，因为它的整个就是它的又更小颗又更紧实一点之外，它还自带出现声，然后刹车力又比它那个欧西亚的那个金康还强，所以真的是还不错。然后我们看到这是新的 Cold Sniper， 然后 Cold Sniper 的部分的话，主要还是然后有新的，哇，哦，这只真的很轻哎。Stella SW， 哎，就是给我一点 hint 好不好？就是因为那个小鱼我纺车不懂啊，所以他 Stella 又摆出来 ，SW 的话我看一下，
他不是、欸，他就是一般的四千型。你看，就是他是四千。在我每天要报告。大小不会差很多，可是就是宽度有差，宽度其实差蛮多的。我待会再绕回去看一次。啊，谁叫你们都不上来？靠！你看，它是 SDHH， 对啊，它不是 SW 呢，它是 SXG 啊，就是 S 啊，它是 S， 不是 Stella 没有 SW 新的 SW。再去一次看金康哦，很多人没看到啊。哎，你们帮我分享啊，才35个人，这样对吗？哎，人又变多了。哇，有更专业的在拍了。对。你看它的上面是400，下面是300，然后上面400其实是比较宽的，然后你看它手上拿的是比较窄，是300，然后上面那颗就是你看整个宽很多，大概是这样。反正我会买400啊，到时候我们再来开箱。然后我觉得一定有人会买300，我再来比比看。好了，还有没有想要看西马诺什么？西马诺大概是这样，那我要去看我的 Fishman。はや。すみません。啊。对啊，我们接下来就是 in show 跟 off show。好、啊，这是我们 fishman。对啊，我要买400啊，300我有了。我们的 fishman。Fishman 在抛头游戏。好、哦，我终于看到这颗本尊了，这颗 Fishman 特产的。然后，哇、哦，我终于可以拿来看它的 Vendor Bar 了。お願いします。双法，这个改法不错。那你看，它是拿那个，就是这种小卷，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有刷的，然后是。然后他把它改成双把手之后，就直接拿来丢。然后这次是那个，就是我们，他就是Fishman最重的那个，然后实际上呢，他拿起来，他还是稍微细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适合80的，そう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我是来偶像见面会。哦，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赤总先生。我还是对那个卷，对啊 ，Fish Man 特产也还有，它不是微泡，特产是微泡卷，是它有一颗跟五十铃合作的，然后是，就是那个五十铃合作，它其实已经就是没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已经就是限量版啊，就是现在没有了，所以。哦，我要找他们社长聊聊天啊！我想要看看他们这次就是限量生产的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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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酱来了来了，大家看看，可乐的可乐，超漂亮，看到没？欸，他的这个比我觉得比那个照片帅好多，他上面拿起来其实就跟48UL 一样，然后只是欸，这个卷线去做真的实在是太销魂了，要不而且他其实没有下面没有那个就是塞子，它是整只木头这样削切起来，然后所以其实它这样拿起来的时候，它重量感我还没装卷，它其实重量感，它其实重量就已经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 balance 是相当相当的好，非常非常的舒服，实惠，硬的是。然后还有这个十周年纪念，天哪，これをオーダーしたいんだよ。これ、かっこくね？然后大家仔细看啊，这个转的时候还会有那个，持って，它转的时候还有那个声音呢。超赞的哦，有够赞！有台湾吗？我待会去台湾，我待会去台湾，我想要跟赤总先生先聊聊。サインできます？じゃあ俺帽子にサインして。何？これくる回るの？見るの？这好烦哦，都锁不住。小乌龟，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待会去看。我现在，我这个锁有点疯狂，到处乱走。是总先生，然后之后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溪流测试的那个也会就是把赤总先生的抛投方法，他抛投也是很准啊，然后有一个著名钓手抛投，我也会把他抛投方式就是介绍给大家。
ほ、もし、はい、サインしても、はい、サインし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はい、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僕はあの台湾からのファンで、台湾からのファンです、僕はあのなんか自分も YouTube やってて、もうよくあのそういうフィッシュマンの竿を使ってて、なんか多分8種類今持ってます。本当にそうですいつも、いや、あの奥さんです、いつも買わせてくれたん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本語うまいですね。あのいつも喧嘩してるから、そういう奥さんが日本人日本人です。うまくならないと負けちゃいますなんか台湾来たことありますよね。もし今度ぜひまだ来てくださいよ、はい、台北も、はい、台南も、はい、高雄や高雄、あ、高雄ですね。あ、釣りしに来たんですか、それともあの釣りはしてない。あ、釣りはちょいちょい、はい、台南でやりたい。ああ、はい、ぜひぜひ、もうあの一番新しいのあの、はい、そういう10周年記念も注文しました。台湾だと伊藤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でも僕はあのいつも、あ、そお願いあるんだけど、はい、僕はあの実はあの YouTube やりまして、はい、あのいつもそういうオープンボックスみたいなやつやってるんですよ。オープンボックス、あのそうレビューとかしてるんだけど、でもあの伊藤あの通してオーダーすると結構時間かかるんですよ。でも僕今前はあの去年は直接あのそういうあのフィッシュマンのショップで直接送ってもらったんだけど、でも一旦なんかそういう伊藤で取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一回通してオーダー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形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それ直接オーダーできないんですかね。伊藤さんに、あ、いや直接あのフィッシュマン、そうそうですね、なんかそう海外から直接送るだったら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でもちなみに一番早いのは、はい、もしかしたらマカオかも。マカオ、はい、そっち方が早いんですか。マカオに、はい、相当ラインナップしてくれている通販屋さんがあって、はい、通販サイト、はい、そこからだとあの結構発送も早いですよね、うちから、はい、日本より。あ、日本より早いんですか。多分あ、でもマカオですね。そういうあの、あ、書いてあります、あ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はいはいはい、うちの取引先のページに、はい、マカオのショップの URL が貼ってあると思います。あ、了解です。じゃあそこから購入してみ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って嬉しいです。カタログはもらいました。え、などっちですか。あ、いただきます。あの最終ページに、はい、ステッカー入れてます。お、一応10周年記念なんで。あ、最後のページ。あ、最後、はい、それ。あ、これ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でそこに6個並んでるやつが、はい、ビールのブレーキ、はい、キャスコン、あれに貼れる。あ、この丸いのやつですね。そうそう、ジャストサイズ。お、いいですね、はい、それを貼在那个就是刹车上面。お、赞赞赞赞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すいません、お、今天是来偶像见面会的、超开心的啦超多偶像。あ、等一下、あ、台湾さん休憩する。じゃあ次、台湾さん、大家想看的台湾要去。其实我99H，我其实想要看Intel 啊，見た使ったことない。我没有拿过他的 Intel， 我想要看看他的 Intel 系列。Intel 系列。ロアこれ、あ、インテイでべ。これだったとかってアップしてないから。ちょっと。うん、あの後からどんな人も悪いじゃん。あ、这次就是我没有买到，就是没有买的。哦，这次是79的 UL 了，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超级软。哦，所以它比我想象的软很多呢，就 Intel。但是它跟那个 Blue Current 的那只。会再软一点，但是我觉得它吊起来感觉应该会蛮像，所以会跟我的 Blue Current 会打到。但是这种杆子大概是超米诺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用一些像 Jig Head 的话，它因为前端是比较就是slow 的，所以其实它比较
不太适合用那个，就是用感度系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太 OK 啊，就是你会比较钝啊，它那会很闷。然后如果你要感度系的话，就是要快掉一点。Fishman这种杆子就不太适合。哦，然后明邦的系列，然后这是我们明邦应该有一个新的那个，对，就是这个直线夹。这个直线夹，然后新的这个多层箱，明邦箱啊，台湾是台湾，台湾的啊，そこ知ってる，場所知ってる，知ってたの，そう知ってる，啊，可愛い可愛い，嗯，然后我现在要去台湾。台湾一个子，台湾一个子，我们再回来看附近。巴黎巴士，像我们，像这个海亚布沙，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但是你看它的耳，你们都很熟，看到没 ？Rain。还有这些四样其实都是我们常用的这几家，就是在达克贝利常常放的。甘玛卡兹，你看人家的香鱼干超长。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看日本的修哥都超级加油的，那马卡兹这次展出很多。香鱼干 ，It's show time！ 去看台湾啦，台湾的。要去台湾了。哦，干妈嘎子的宵夜机，哦，其实这样逛其实还蛮累的。Jacko， 我带你来看，大家最爱的 Jacko， 哇，超帅啊，感觉好像那个什么蛇啊。好，来了，台湾山，来，我们来看看哦，青拓马，啊，青拓马哥哥，阿妈耶，哎，青拓马哥哥他不是啊，村上青树。哦，我在看 YouTube， 我想要进去啊。好，这是 Crystal Silver Creek， 然后我来看看啊，在挖商，来找找看他的卷哦。来了，我们来看看他这次有什么 ，Alpha SVTW。800H Zillion SV， 然后 Seat 哦，就是这个大家还没到货啊，就等 Gomena 塞，就等 Gomena 塞，哎，可能，这个还没发表的 Seat 2，它的就非常有 Seat 的风格，而且它的其实，我觉得它的那个整个。喷漆的感觉非常舒服，而且卷感加上那个 Hybrid Key 真的是超级顺，而且你看、它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好听，它这个真的好好听哦，而且你看像 Tommy 哥最喜欢的，它这个是铝的，这个铝的声音也不一样，听到我觉得这个有比西马农好听，而且它卷感真的非常
然后它的配置是，就是这是 8.5， 然后它上卷一次的话是90公分，然后这次主要它跟美他牛一样，它是14磅100公尺，100公尺的设定，然后它这个其实有一些淡蓝色的感觉，然后并不是黑色的，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比它之前它那个银色漆面的那个就是就是看起来更舒服一点。A2 看到没？帅到爆！然后看这次是这边是那个 LTD， 现在台湾已经有 LTD 的那个 LTD SV CV， 然后这次主要好像就是这颗呢。对啊 ，Diversity TWHLC 这是旧的酒，所以他这次在 Project 2023里面应该是主要还是只有这颗就是出来了，然后 CVSVTW 这感觉都是旧的卷呢、欸、哦，然后看这个，因为他这个真的握感就是一样呆瓦，很呆瓦感，但是我觉得他这次喷漆就是它是有点雾面的啦，然后握起来其实有一点点金属感，所以这丢起来应该是蛮舒服的。啊，它那个金属声真的让人家觉得很销魂啊。然后就是我们 PR100 这些系列，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台湾就有看到的系列。哎，它真的是，我觉得它那个声音啊，真的好赞。因为它是一口气就是两边都是银，就是那个金属的声音。那我们来看看其他 IMZ， 哦，这个这边是看起来它的这次出的海钓的卷比较多，对，所以戴娃今年上半年它的。对 ，IMA， 对，新的 IMA， 对，它主要还是就是船钓的这种卷，然后是他们钓一些比较浅场，然后可能钓鱼头之类用的这些。红鱼啊，没有大龟啊，大龟就是300那颗啊 ，Seize 这次。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Steez A2 啊、欸、就是 Steez A2 啊，双轴没有什么新制品，就是 A2 那颗，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刚刚摸的那颗，再给大家看一下、喔、然后它其他展出的其实都是旧的，这 Cilio SVTW 就旧的，然后 Limited， 然后就是最右边那颗就是 A2， 然后它其实握感不错，然后还自带出现声，然后就是 PR100 这样，然后还有它的2，然后还有就是 Exist 2000型，然后他们带了新的这个大胖鹅，大胖多节鱼，消钩之一，你看是这只，这好可爱哦，我买一只来抽奖，消钩之一的。哦 ，personal suit， 哎，那你，啊喏，哎，超大雷蛙，看到没有？啊喏，所以 Lagio 直立顺体，48克超级大蛙，把鱼打死的那种大蛙，所以呆蛙小乌龟是比较少一点的、啊，看来今年上半年会称霸，西马诺称霸，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哦，他这边有一些新品啊，对啊，主要也是海钓部分的啦。Fune， 对啊，全部都是海钓的酒。然后大蓝宝，迟到了，我们都已经金康 ND 都已经看完了，你们 Fune， 然后这是他们船钓的地方。然后，安安 ，Hello， 怎么办？我觉得。说嘞，那你 K 流哟，一艘呀，一艘，卖完了这些，可能杀奖一本啊，やばい高い、数十万的。
然后这是有没有船篷？没有，没有，这次就是出了大龟。哦，这什么、啊？哦，这是代码出的吗？哎、欸，这件可以哦，买给有老婆的，买给老婆，可以可以。然后这是他的船钓系列的，所以代码现在东西比较少一点点。EG 的雷卡多，对，我带他去 Evergreen。哦，听啊，这个声音多诱人！这个声音有没有很好听？超好听！新的 Sotica， 新的 Sotica， 哦，大颗的 Sotica， 没关系，西马诺没有，我们就来看 Sotica， 这是6000型，这有更新吗？然后14000型，我怎么觉得就是前几年的那个、啊？不好意思哦，房车我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更新啊，这样就没了。真的看起来没了，我怎么办？结果我是呆娃看得最爽最嗨，哎，我老婆呢？我老婆了，对啊，价格卖，可是お兄ちゃんも来てる、兄弟で来てるから。お兄ちゃん、ちょっと見ていい？いいよ。我老婆要看那个，她要看お笑い芸人。我知道你们都不想看了。じゃあここくるくる回るよ。あ、そう。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看 Evergreen。天龙。其实这样一只手拿的超累的。啊，就是我们上次看到那个、啊。接口的副牌 RG 院，就这个、啊，很可爱吧？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天嘎啦，然后呢小杆子，然后它的颜色都很漂亮。然后现在有这个小的 Jig Head， 你看，就是 RGB， 它是接口副牌啦，可爱可爱。然后我有这只啊，我上次买的就这只啊，这只绿色的我有买。然后这边是 Zenak， 哎 ，Zik， 这是这边是我们眼镜的牌子，这个我就没有太研究了。再看看 SLP Plus。Overhaul 就是他们的保养计划。哎、欸，奇怪，我要去找 Evergreen 在哪里？我们来去看克拉朵的杆子啊。哦，其实还蛮累的。哇，哎、欸，这个好酷哦，这可以买吗？哦，这个是船钓用的。这是船钓用的饵，船钓用的饵。人家，これは買えないんですよ。この後ろこれ買えないんですよね。これ飾りですもんね。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え？誰？論文の量で誰？これがそうなんだ。え？金箔。これ、あ、知ってるよ知ってるよ。台湾よく見る。新兵艦、いや、韓国はどこにある？いや、俺見なきゃいけない。いや、別に何でいる？
它还有就是我们的什么英伦什么 London Hearts 哦，的那个就是金发的那个，他现在也在会场。我老婆都只看这种人了，我是没什么兴趣，我要继续看吊剧。你过呀，好吧。啊，他们是，哎、欸。我接下来去 Evergreen， 好，这是我们第一金宫啊。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看第一金宫那个新的鱼甲，新的鱼甲。啊，可以可以可以，哎，这个，什么声？来来来来，大家现在很想要的第一这个鱼甲，看到没？就是它，可以这样扣鱼哦，超赞的。我们在等进货。哎呀，都怎么？可能看机嘞，就这样扣啊，直接扣，超方便啊！今嘛台湾话これ話題すごくなってます。啊，都都，不对，就是降价，降价，超好价，就给大家看。哎、欸，今年のあの新製品はこれ以外は他なんかあります？啊，あの箱。然后这是他们的新产品。私あの訳するからちょっとすみません喋りながら、这是他们的、他平常是可以这样放着，然后要用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把它转开，对，然后他就可以把它转到这边，对，然后就是是 T 把的，哦啊，然后就对，他就可以直接这样用，就是活地啊，活地这个东西。还有，刃先が、所以它的那个刀锋其实有两面这样。所以它可以就是活地会比较有效率，这是他们新的这个。哦，我要买这只啊，不然我每次都插不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うこれは何ですかね？これはあの。ガードリップと言いまして、はい、あの魚を掴む、そういう新しいの入れ物ですね。あ、这个就是新的夹子。そう、あのタチオとか、はい、そういうその、アジとか、はい、スベラージとかありますし、はい、あの、まあ、大きい魚であっても口を外に。他说大的鱼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前面直接夹。然后它新的设定的话，就是会变得更细更小，然后所以更好拿。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下，对，这是他旧的，这个これ前のやつ持ってます。これ新しい、あざ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すみません、あ、ちょっと。然后他现在还有一个多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什么？これなんでしょう？あ、これあの前のやつ、二代目も持ってます。これ新しいのやつですか？あ、2.0。这是，はい。はい。啊，他就是说这个是啊不啊，随便输了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就是用我们原本的那个就是退线器之后，他这个东西是卖这个东西加上这个，然后他是可以用就是电动力，我就是直接在那边转就可以退线。哎呦，可以哦。啊，豆走。力はまた別の商品が。はい。これがあのトリプルエイトのダイヤの。啊，他说这个啊，我随便洗那个了，都走。然后我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把，就是比如说我们 PE 线有时候用前面，想要把它换成后面的时候，它是主要就是这个工具。哦，这个可以，十个可以啊。然后你看，它只要这样把它套住之后，它就可以把它，就是比如说你上在上面的那个线换头换到另外一边去。哦，然后你就可以再上那个哦。斯巴拉西，斯贵，哎，超赞超赞，哎，所以这个东西很赞呢，就是新，可能一直哈斯巴尼拿里马斯，啊，四月会开始卖，啊，可能いいですね，最高，我可能いつも困ってるもんね、ね、からからやってるもんね、なんかマチョと言われました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でこれ電動のやつはどうやって使うんですか、はい、はい。啊，なるほどですね。
哦，它就是这个一个筛子，然后就是刚好就是我们不是有这个一片一片的，它就刚好可以这样把它靠进去，然后是长这个样子。啊，これいいですね。あ、じゃあ電動のやつ、閉めます。これも4月。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期待し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哎，真的好赞哦，那个超赞的，我超想买的、啊。哎，大家还有什么啊？对对对对，刚刚讲说要 Evergreen 啊，还有接口。哦，我突然觉得我这样逛有点不太 OK 哦。我想我也想要买，我一定会买啊，定了啦，大家定下去啦，定下去。我觉得我们这种走的方法实在是不太 OK 呢，就是因为我是在会场，就是用 X 字型的在逛，对，好累哦。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Tailwalk 还是 IMA、啊、有点累了，等一下。对啊，第一进攻那个超猛的啊。这 Tailwalk 的杆子 Tailwalk 的Tailwalk 这次主要展的是就是海的杆子，就是它这一侧是船杆比较多，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岸抛杆。但是因为 Tailwalk 它就是它出的杆子是比较中规中矩啦，所以它只有一把是那个枪柄的那个杆子。我们来看看它的卷哦。哇，他讲这个 model， 然后这个是他们，这是海钓的卷，然后我要找。哦，这就是上次有那个观众问的那个 full range， 然后其实他拿起来是蛮轻，而且他重点是有配这个浅线杯，所以其实就是在。轻量的应该是蛮 OK 的，然后这个 Wind Power 其实就是我之前就有拿过，就是中规中矩的剪啊，中规中矩的完全没有不行的。哦 ，Matrix 这个帅爆了，哦，这个是就是那个特仕版那个，哦，哦，这个 IMA 的新的救生衣，它后面可以这样插的。还蛮帅的，我又想买一件新的救生衣啦。然后，这是他们的传统的手制杆。然后 ，Jackson， 哇，还有史密斯的一些溪流饵。刚刚我们史密斯他出了这几个，我有这个，我有这只，对不对？哦，哎，它这个整个都轻量化，其实拿起来真的好轻哦，超轻的，舒服。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把你的 blank 上面那段，就是做改造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啊，它主要是它的吸流杆。他是钓鲈鱼的老铺，不钓那个鳟鱼的老铺 ，Chow， 史密斯的杆子，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雷强系列，中间这把就是很多人有了，是吗？是吗？是吗？中间这把我们台湾应该有蛮多人有了，这把我看很多人有 ，KOZ。帅啊，帅爆 ！Soul Water 也是船抛杆。那么船抛杆的话，它、主要是还是都是那个直柄的。然后这个 Model， 说，接下来我们就是 Jackson。哦，其实这样逛起来还蛮累的。Jackson。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哦，哇，哎，大家看这个钟，整个配好配满，
曾大哥有没有在看啊？哦，有这样一艘，然后你看中间还可以接鱼炭 ，Blue Stone。哦，好想要一台哦，放在台湾。哦，你看看到没？就是这个超专业打鱼船。哦 ，so good。我、哦、超想要一台的、啊，后面再装个电卷，我就可以出去。你看，连架子都帮你装好了，超赞。出海了啦！航向尾向的廊，伟大的廊道，哎、欸，不是。啊，还有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Yamaha Blank。哦，你看暗抛杆，然后有 ball casting， ball jigging， 有没有想看的？那个太重了、啊。有没有人想看 Yamaha Blank 的任何的那个、啊、light game？ 所以你看，我们的 Blue Current 它是属于在 light game 里面，它没有特色化是什么杆子的。啊、我终于找到 Evergreen 了。有了 Ripple Fisher 啦，帅到爆啦！これはもらえます？あざす。Ripple Fisher， 最高ですね。啊，哎、欸，看到没？来到这边之后，他那个战斗力感觉都不一样了。ano Bedo Cast 那只啊，就是他是那个，他其实没有展出那个那只 B 1017，不过没差了，反正那只我有，我到时候再对啊，啊 Shogun 那只，哎有呢，他有展出来呢。对啊，你看我的这只。好、啊，行了噻。こういう系のバックロックみたいな。看到没？这就是我的，我买那只啊。它有展出来，超粗。あとは山田。これ買って、これ持ってんの？さっき前買ったのやつこれ。山田はトライセッター。あはい。こっち系の。Exceed 105BXH 超粗超大只。かっこいいな。いいっすね。So, 然后 Cigar， 这是哦，这是青木赏的，他出的，哦，好嘞，我到 Evergreen 了，Yamaha Blank 的新软丝杆，来，等一下我看啊、哦、，Yamaha Blank 的新软丝杆，新软丝杆。如果你没有 request 想要看什么话要讲啊、哦，因为有些东西它不是枪柄的，我其实就不太会看。Egging， 过来，来了来了来了，这是 Yamaha Blank 新的软丝杆，然后它现在是有几只 ，Calista 79mmH， 86 76mm 82。あ、すみません。これ新製品ってどっちですか。それ全部新製品ですか。あ、カリスター全部。あ、全部新製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这些系列全部都是2023新的那个软丝杆系列。现在拿一支我们常见的。哇，啊，这个超轻的，而且它的这个重心拿起来很舒服啊。哇，哎、欸，它可是它那个，它的那个感觉还是很像，就是 Yamaha Blank， 就是它稍微有点黏黏的感觉，它不是那么清脆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粘稠的那种圆圆感，我不会形容。但是因为他们软丝杆没有出枪柄的，所以我没有太研究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这整个系列，不过就是我跟你讲，就是非常非常的轻松。
而且其实它虽然是有点像那个 Brook， 就是有一点点 slow， 可是又不是就不是很 sharp 的那种软丝杆的感觉，但是它的那个 balance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应该是在这边左右，它是在我一个人有点难拍啊，すみません。是比较难拍，大概是在这边左右。然后，但是如果你加到卷线器在后面的话，就是应该是平衡会不错啦。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没有很熟。它这个八 mm 啊，这次两节的，不好意思，Yamaha Blank 的软丝杆不熟。李哥哥。Senac 我没有看到他们有展出呢，我没有看到他们呢。这些设施，我还没看到 Senac， 他们是不是没有展？谁可以帮我找一下？我真的没有看到他，我超想看那只。然后我也想要看那个 Balibas 的那只，很贵的那只。西瓜的线，我们最爱的。Cigar R18 系列，棒棒棒！好了，又有另外一个重头戏 Evergreen。我要看妹子，看我就好了，靠腰。来了来了，哇，好臭，好累哦。我给你看妹子，好像是 Fish Vision 的人，看到没？哎，三角 skin 啊，那办公秘书。哦，这个有名人，すごいな。写真撮ってあげるよ。いる？私のお腹、負けないよ。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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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雷多卡雷多卡雷多。20分まで釣った人いない。お、エヴァクイーンの新杆子。真的是超高感度钓法用的，我的妈呀，这个 Evergreen 呢，它这只这个 Dejens， 哦天哪，这个好轻哦，看到没，这个 Evergreen 的杆子真的是吓死人，而且它真的是超快钓了，就是它是很轻很快钓，我几乎这样，哦，这个拿来钓卵虫应该超窄。哎，我觉得，我拿到西马诺的荣光都没有那么挺过了，我觉得真的有点挺到很靠边。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感度应该是强到靠边。等一下，亚雷多呢？我找那个亚雷多，亚雷多，歪到 shooting star， 来，这是也是 evergreen 的，好，这整只涂装也是很漂亮，好，这是我们枪柄的，我就有办法讲，可是哦。啊，这个也是精细钓法用的，你看它的导环都是用很小单角，他们现在日本真的很流行这种精细的那种小漂的那种钓法，你看它是 66mm 这支，给自己上枷锁，没有啊，又钓机展什么又不能买，还有这个 Light Cavalry，Evergreen 的杆子它真的是有一种很特殊的调性，我不会讲，是就是，哦，我觉得这些都是钓鲈鱼艇，就是那种要超快钓去抠的那种，可是我现在还是没有看到卡雷多，哦，7843了，
マスター。哎，我真的没有看到卡雷多系列的。你有特别想看什么系列吗？Hercules， 哎，他为什么没有？他为什么没有卡雷多啊？好奇怪。这几个 Dirt Wolf Giant Dirt Wolf 这只超重量级的巴斯干，我真的吓死人，看到没，14克到230克，吓死人。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再卖这个 Gazella， 我觉得啊，卡雷多，我觉得这颗，有了有了，这只，我终于找到它了。哎，我觉得这只好快哦！我看到没？然后这只是一本的，我觉得这只感度会超级超级强。沙讲沙讲，这怎么得？啊，这怎么得？什么 tip 啊？啊，这个我觉得它也是那种，算了，我觉得我找我老婆来是错的。我觉得他们这种就是钓那叫什么，钓软虫的杆子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快钓，就是它在下面一定会很敏啊，因为我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像 fishman 的那种比较。前端比较 slow 的话，它其实感度相对就会低啊。那可是这种前端超快的话，它其实感度相对就会好。所以你要在下面就是让它碰触一下就有感觉的那种话，通常，你不要这样啦，我老婆已经想要去休息去了，我自己也想去，我已经走了一天了，好不好？你看我直播时间已经100分钟了。然后这是我们 Nature Boy 的箱子。然后这个是我原本想要订 Nature Boy 的箱子，可是因为台湾就没有，也还要订很麻烦，所以后来就没有订到了。Owner， Global Club， 疲れた？那 Q 啊，休憩する？さっちゃん。帽子販売。啊，可愛いじゃん。あ、さ、ライトは好きそう。あ、これあのライトはこのブランドなの。これ帽子いいですね。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は販売してます？はい。あ、わ、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も。え？顔。ああ。財布持ってる。持ってる。もういいの？サインしてもらったし、ね、うん。はい。何あの魚？かわいい。
マグロじゃん。みんな来来来来各位各位各位福利了福利了漂亮了福利福利福利可以可以可以都没人看呢，真的很无聊呢。哦，哎，他们有这个钓鱼脚踏车好酷、哦！你看这个钓鱼脚踏车，它后面给你设计的就是可以给你装明邦箱。然后哦，然后你看它前面是这样，那注意，就是前面给你挂这个挂钓竿。然后你就可以沿着河堤去钓，哦，这个超赞！而且你看，它这个脚踏车是可以这样折叠，它这个脚踏车可以这样折叠，然后其实可以放在后面，还蛮方便的。然后还有就是 Hyson 的这个系统，慢。これ自転車いいね。欲しいな。これどうやって買うの？なんか重くないよね。这脚踏车不错。このケース持ってるやん。あ、いいね。あ、じゃあ、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そこからランダム。オーダーする、オーダーする。哎、欸，哇！你看，是这个折叠上面的超多耶。我觉得 Hyson 的妹最多了，超漂亮，都很漂亮。赞赞赞 ！Owner 就是我们大物购啦，巨头系列，这些大家都很熟吧？要看吗？主要就这个崩了，就这样，反正就给你看，说我要卖钩子了。然后接下来这个 Hair 是夜钓的一些浮标之类的。然后 Fish 面我们逛过，哎，其实我们已经快逛完了，我上手完了呢。好累啊、哦！我还以为会破百，结果其实也没破百，就是果然早上来逛展。大家都不会起来，我再重新编辑，然后再给大家看。哦，手这样拿其实好。好了。差不多结束了。ちょっと休憩する。休憩する？直立 vision。然后他们这个日本都有那个付费的那个节目的。なんで？有的。哦。你坐好。哦、你看他们这样哦，他们是这样做鱼拓的，是反过来做的。哦，好厉害啊！すごい、綺麗。なるほど。啊，そう、然后我要来他的，就是叫做什么 ？Special Goods。的一些东西。何が ？XL だけじゃん。売り切れだ。台湾是衣服，然后艾玛是，我们看有什么小奖品。啊，我的烤肉吧，那米子波多的烤法。そうそう、関係ないやつですか。
ね、つまんないな。何が？じゃあ俺買おう。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これ一つとこれ一つ。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そちら、これも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ちょっと持って。こっち。私？あなた？算了，不想变成葱头饭，那不看萝卜头，观察。ご祝しますじゃん。入れてくださいやろ。ああ、入れてください。お入れしますって聞こえた。接口的商品，没有我什么喜欢的，西马诺一个，西马诺，可是西马诺只有水瓶而已，西马诺只有水瓶而已，我的 plane ticket 哦，好呀，不刷，我的套路。欸，长哥还在看吗？长哥还在看吗？到底哪里有多木？西马诺哥。欸，你要哪个帽子啊？我有点不想拍，好多人。何？シールある。え？あれじゃん、シップの。ピンが持ってる黒いあれは売り切れだって。服見たの？ほぼ俺サイズないから、帽子買うんだよ。あの帽子と。直接定金卡、啊，定啊，他会想。你有趴开一趴啊你？这叫买衣服的。好了，じゃあもう一軒行こうよ。あのそれジャコ、あまあいいや。買ってか。なんかちょっと待ちたくないな。え、四哥帽子不要了好不好？我不想等了，好累哦。めっちゃ並んでるな。等超久的啦。我不要看你的脸。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啊，你怎么这样啊？你很坏心哎、欸！啊，もう待ちたくない、行こうよ。欸？对啊，就是 T 恤这些东西。水瓶啊，真的就是放一个 logo 而已。然后眼镜跟。哎，放弃，李哥，不买了。
然后这个 hardcore 的，所以他们这次展览怎么可能有？你也是赛车展，星星 Z 啊，然后这个 hardcore 的一样，这些这耳介绍就有点难介绍了。你看，大家其实有蛮多 YouTuber 都会来拍啊，你都不是不是。限定あちょうどいいよ。あでも俺これパパ買ったね。あれはあの嫌やん。あのなんていうの。あの背中のやつ。俺もチャレンジしたい。これ、お笑い挑戦です。All men want to try to cast their ideas as far as possib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want to fall slowly into the sea water to give Squid much more time to observe and chase it. Challenge on the casting distance must be simply resolved by the way to take it. However, this choice will make any to fall in a very sweet way. 没有奥林匹克呢，我看一下。下午可能会好一点，没有啊。买画面不用直接，别对你的脸，我不要看你的脸。没有，都没有。对啊，抛头挑战，我要去挑战一下。午休。我 challenge。私こっちなら。我来排队。我发现不是啦，因为我照另外一边，我根本就没有在看那个看镜头这边啦，不是忽视啦，我没有办法看那个。我有时候拍的时候是看另外一边，我现在是用手机直播，现在有点痛苦，不习惯。借口不是借口啊！哎，来，我们看到熟人夏木屋的夏木屋，对，小编夏木。今天我们约在日本啊，下礼拜三要带我去那个，然后大家很多人都是在找装逼哥说要怎么去钓那个，怎么定钓具啊？刚好我不是专业找他，夏木屋就是夏天的夏，然后眼睛的那个木，夏木屋，他是住日本，专门在找。这些钓具，我只能去量贩店订，不会比较便宜，而且很贵。找他，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来多久，你也是一直拍啊。对，我就一直拍啊，我就在这边一直拍。对。我刚才在那边已经有跟那个在亚马逊那边跟那个有碰到谁？川上拍照。没有，我是刚刚有铃木吉，然后就是春田吉，然后还有那个我还有碰到那个村上晴，对对，然后在台湾那边，然后还有那个。然后还有看到那个西巴斯吉普的那个，他那个什么欧尼吗？什么？我忘记他叫什么，反正都有看到。就是对啊，今天来蛮多的。我觉得第一天应该是有值得，我觉得有值得。然后我看到那个什么
看到春田机就有点像在看那个吉利诺基动物。对啊，看动物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动作超多。对，欸，不过他新的那只超漂亮啊。对，我刚有看。你有去看那个 Evergreen 吗？有，我去看 Evergreen。超赞，我去看。你现在是用脸书吗？还是？我现在用脸书。没有，我用 YouTube。你是现在有几个人的？我现在。没有了，因为我已经开第二波了。哦，是哦，对，我开第二波。我现在是28个，你看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叫我说要开，然后一定还什么，然后结果你看现在才就是28个停。今天过年了。哦，对啊，今天过年小年夜最好是大家都闲闲去钓鱼，好不好？很早这样子。好，没关系啊，看回放，回放。然后有机会也支持我们一下夏目，可以啊。然后我打死都要来，打死都要来拼抛头。你要来玩这把？对啊，不能在 Fishman 的场子就是。漏气这样，欸，小饼你们没有去钓哦。我现在看，欸，充电的小乌龟，可是没有，欸，隔壁是很可爱的安康米，是什么东西？然后，待会儿是充电小，没有，那个不是电卷吗？什么叫充电小乌龟？什么意思？那个我看它感觉好像是，那个什么是？充电的小乌龟是什么东西？我刚有看到啊，它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跳了个积木。我懂，因为其实我前一天我还跑去那个八斗子岸抛，然后我隔壁种一只红杆，然后我也是掉了个积木这样。电瓶一个，我不知道哎，欸。我现在我把那个 LINE 的通知关掉，因为我怕它这样一直跳出来会影响直播。我再来看。我再来一定要这个一定要中这个吸。那个充电是干嘛的？为什么要充电？为什么要充电？它是充电来干嘛？我去红杆，哎，欸，干嘛？哎，欸，不要这样，不要啊！不过我现在讲话也没人听得懂。欸，如果不中怎么办啊？这样会不会丢我们台湾的脸？不行。哦，真假的？那我再……欸，你把那个名字传上来给我，你把名字传上来给我，我带去看一下。我当然不在意。没有，不是，欸，你这样我就不能直接上传，我就变得要修剪。这样的话。哦，你看它是用银狼，可以了。待会儿 IMG 啊，我刚有看到啊，我刚有看到 IMG 哦，所以那颗是小乌龟啊，我待会儿看。我带你去看，我刚好看到那只，我刚刚有看到那颗，你不一样啊！一开玩笑，你是40,000人订阅的大 YouTuber 啊，大 YouTuber， 我是小咖，夏目吧？不是，什么是安康鱼啊？沙讲托德，等一下，次は私練習する。まだ。あ、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まあ、いい感じです。じゃあ本番3回。どこだったの？ラスト、よいしょ。
かった。また殴られます。ティッシュ殴られます。耳じゃないじゃん。やめて。吉田さん帰ります。カバン邪魔。じゃあ本番行きましょうか。本番3回です。四隅に当たればワンペンになります、真ん中になるとコンペがもらえます。そうですね、1回目当たるとワッペンで、真ん中当たるとなんとかって言ったら分かんない。いい感じです。あと2回あります。あの、ま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太丢脸了，太丢脸了，失败了，失败了。走，我们去看接口，接口。你是不是有点修够？怎么还没有？刚刚有很多啊，我一进来就很多修够跟我打招呼，你自己这么晚来的。啊，加够一对，あのこの口ひいて帰ろうか。もう何時？哦，UFO卡起来，然后我们再去看戴王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他巴蒂巴斯没有那只超贵的杆子啊。哦，他其实有好多很漂亮的线，等一下啊，我们去看。Jacko， 说错是多八千，你少说八千，就像一十二万，真的假的？没有啦，我现在看了，我现在在走路，来，我来看 Jacko， 然后 Jacko， 青拓马的 Jacko， 看到没？他主要都是饿了。
すごいだから本当に他の量で済ませられない。但是特に、ね、チャンコ这边主要是鹅比较多了。全然投げまくったんですけど、低水温の時大体10月から3月ぐらいまでが一番釣れますね。然后现在有一个什么新的 deep hook， 我觉得它鹅比较，然后还有小奖品，哎，来，我来投那个好了，我待会来投 Jacko 的那个来给大家抽奖。对，我等一下来投 Jacko 的小奖品。村上情愫 Libraries 上次看到那个。我们去看那颗，这个对不对？这个电子的。Hyper Double Support、是这颗吗？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二万五千，去看一下，哦，这颗就是你们说的那个，APP 可以看的。然后这是它里面的构造，然后这次有加 Hyper Drive。哦，所以你看它是用按的这样去调整它的刹车的，这是新的那个 IM。然后长按，哦，瑶瑶他现在在解释中。哦，他可以用那个快速调整。哦，他是说这个 Mark IV 就是 3D 有三个 mode 可以用。然后，对，所以主要是三个模式。电子刹车，电子刹车。对，他是说，比如说你像 spinner back 的话，他突然就是大风阻的话，你就是快速切换那个大的那个，他就可以直接，他就可以直接那个。就是这颗，对，我们看看，然后这个全部都是直接是电子控制。これ全部APP で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んですか？バッテリー搭載してるので、はい。そこで電子制御してコントロールする。啊，它这里面其实是有电池的，所以是全部都是电子治愈式的。然后さっき言ったのこの三つモードで。ここで短い押しすると、はい、ダイヤルがはい、マグダイヤルに調整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はい、強弱がつけられて、はい、で長押しするとあこれちょっとモード切り替えられないんですけど長押しすると、はい、いろんなモードに切り替えられる。あ了解です。で充電するときは然后这个充电的话是要在这边充电的。然后他这个前面刚刚有讲说其实他就是按的话有强中弱三个模式，然后在它，你也可以用手机的 APP 去就是切换，然后或者是你可以长按这个东西，然后长按这个东西之后，它就可以再切换这个东西。所以它这里面全部都是电子治愈，而且它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刹车，就是它是需要充电的，所以全身器要充电不是胡乱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这拿起来就是还蛮大颗的。然后卷起来的感觉的话，其实握感还是相当的好，就是有它 Hyper Drive 的感觉，很轻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主要是这个样子。这颗其实不小，就是真的不小颗。那这个拿起来大概是比 DC 还大，然后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它电子治愈全部都是在这边，然后它其实好像有不同线杯的搭配这样，所以就是会自动切换这样。啊！电子叉车充满电90分钟，充满电可以跑700次。那你忘记充电怎么办？就不能用了。对，它 HD 主要的是对7公斤的刹车，16磅线125公尺，20磅线100公尺，所以它跟 MDDC 是一样大的。哇，超炫啊！看到没，炫炮。那僕はどうしたいかというと、これで。所以我之前我们的安达 DC 要充电，这已经不是玩笑话，是真的要充电，好扯，好扯哦，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啊，差不多走完了，装逼哥也累了，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东西？已经没了，就是结束了，就大概是这样而已。啊，真的这个展览不大啦，然后修个前面几家蛮多的，然后可是跟大家喜欢的那种辣妹型的不一样，大家都是这种清纯可爱风。然后如果想要看的话，请看回放哦。我最好看到我都有拍啊 ，Zoom in， 你自己 Zoom 啊，现在它不是有 Zoom in 功能吗？自己 Zoom， 自己 Zoom， 这种。这种野兽般的事只有怪兽山丘那个山丘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呢。谢谢谢谢，一直参加到后来。哦，其实这样一直拿着就是也还蛮累的。然后我老婆当助手，不过没想到其实应该会比我想象的快结束了，因为其实人很多啦，但是相信明天后天人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还好今天来，22才去看展，来哦来哦，换你多造一些，修个回来，大家来看看哦。欸，我觉得西马瑙一定要去，我觉得西马瑙是应该是他这一场里面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就是新东西最多，然后来的case 就是呆娃也很多了，呆娃也。但是西马瑙是因为，就刚好我开场的时候看到我想看的人全部都看到，我就差个福岛剑三郎没看到。好啦，久了电池衰退也不知道。你真的要订那颗哦？天哪，那颗我没有勇气用哎，700次哎。那如果你充电，然后你丢超过700次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带个行动电源？啊！我的天哪，太神了，太神了！我没有嘲笑低粉的意义，但是充电这个实在是太靠北了。版本自主没有啊，没有看到的。那个我看到是比较多的直立 girl， 但是没有看到直立 girl， 就是她是修 girl， 然后我们修 girl 最多最漂亮，就是都是公主气质的，就是我们的就是那个黑森，就是那个灯的品牌，然后其他的话也都是可爱的小妹妹而已，就是不是大家喜欢的那种肉感辣妹型。好了好了，如果你这样那个好了。留给有心人呐、啊，那颗，我真的是看到那个要充电的，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梗图，就是 DC 的那个坏掉是因为没有插电，就它真的要来插电，而且它其实有进化，表示它其实有出过旧的，所以
我在观望。你喜欢小妹妹？来不及了啦，我都已经走完，待会看回放了，好累哦。我再拍一次就是变变态，我怕被警察叔叔带走。还有什么想看的？没有什么想看的，我就要关台啦。然后这个先让大家慢慢拉，然后就是看自己想看的地方。那如果我之后还会把那个 YT 啊，我可能就剪短片就好了，所以我再剪一剪，然后放在网上给大家看。靠北，你不要乱讲，怪阿北是你好不好？人家都觉得我很年轻，可以吗？不要搞错了。靠北、你们这群人。哦，现在才睡醒是不是？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哪几？觉得你啊，12:30。12:30，对，所以哦，你们现在11:30，现在才睡醒。好了，我懂，我懂。行动电源，买姐当手机在用，超屌，太扯了，就是去钓之前要先充电。好啦，那没事，我就关台啦。哦、我开了2小时多，我现在喉咙好渴。那大家就再见啦。那怪兽阿北，我就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就是装逼哥要去爽啦，明天要去热海暗泡啊，钓好钓嘛，爽爽的。那我就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啦，拜拜。寿星餐就那你啦，新年快乐，拜拜拜拜。これ実はね、この2月、1月か、寒いんで、昼間なかなか。